你车上没有寻求净水液，赔钱！啊，碰瓷儿啊！老公，你没事吧？你撞到我老公了，赔钱！我身上没钱，没钱！我告诉你，少了5000块钱，你别想走。五千，要不咱们一块上车到银行取吧？我看你也不敢耍什么花招，走。快点啊！喂，妈，我知道了，给亲戚办年货的钱我会想法子的，不要再给我打电话了，我开车呢，挂了。怎么了？工作一年了，一分钱都没有挣到，过年了连给父母买套新衣服的钱都没有，一想到自己的父母会光着屁股过年，活得真没意思。哎，喂，大哥，大哥，没什么的，生活呢，大家都一样啊。这样，5000块钱我们不要了，对，不要，你留着给爸妈买点东西啊。你不要放弃嘛，要加油。哎，加油啊，哥！我加油。我不是说加油，是加油门啊，不是加油门啊。哎，对对对。这是我一年碰瓷碰的20000块钱，我全都给你啊！你拿着，这下年货钱有了。谢谢啊，你是考虑。亲爱的，我害怕。不要害怕，宝贝儿，有我在，不要害怕。兄弟啊，能让我们下车吗？哎呦我的妈！我都40好几，连女孩都没有了。活得太没意思了。大哥，不行的话，我把我表妹介绍给你，我给你看一下我表妹，她很漂亮的。开车不能看手机，这点安全意识你都没有吗？那你看一下我女朋友怎么样？她温柔大方又漂亮，你俩在一起绝对能郎才女貌。合适吗？亲爱的，这怎么不合适呀？宝宝害怕。好的，宝贝。麻烦你离我女朋友远点，下去。王律师，我是碰瓷儿的，我好像被碰瓷儿了，能提供法律援助吗？喂，喂，这是我碰瓷生涯最大的耻辱。